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所以，真心和妄心区别在哪里？大家要知道，真心如如不动的，真心是不动的；妄心那是生灭不已的。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真心的话，我这样对你好，永远对你好，他不会变化的。一个人是假的对别人，你今天对他好，明天看利益没了，你马上就转换了，所以他是有生灭的。生出来对你好的心，过两天一看利益得不到了，马上灭掉了。过两天又觉得你对他好了有利益了，他又开始生出对你好的。 心了，然后又灭掉了。而一个真正对别人好的人，他的心那是如如不动的，那叫真心、妄心，叫生灭不已。所以第六意识，就是我们说，因为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啊，第六意识外面的环境是什么？那就是你的五事呀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呀，因为你眼睛看到了。 你的第六意识开始转变了，因为你的耳朵听见别人说了，你的意识开始转变了，啊，鼻舌声一样，所以你是坏环境影响你的第六意识，所以人的第六意识是不准的。我认为它很好，我感觉它很好，你知道它多少？你了解它多少？你跟他深交过多少？你跟他曾经？ 有过友谊有多少？这一切都是成为虚幻的，使你第六意识变化不定。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自己的啊意识一直不定。佛让我们明白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：我们能看得见的东西，不是用眼睛。佛教我们，你们要用心来看呐、啊，不是用你们的眼睛看呐、啊。 佛让我们讲话说，说不是让我们靠嘴巴来讲的，要用心在讲话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用心跟别人讲话，别人就能够理解你讲话的意思。你是用真心，啊，你眼睛看到的只是虚幻、虚假的一面，而你用真心让别人感受到那种爱。 所以，这在佛教界里就叫参禅。参禅是什么意思、啊？好好的、深深的，啊，去理解、去知道这些东西。参禅就是用自己的真实如来心，去体悟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佛性。啊，这就是佛法的心地法门。 所以，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啊，怎么样用心去跟别人交流，怎么样用自己的真情去和别人沟通。啊，师傅讲到这里，想起一个故事：一个妈妈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儿子养大，妈妈非常的节约，孩子后来成为一个啊。 非常有钱的实业家，啊！那天妈妈去看牙齿，儿子开着豪华的大奔驰，把妈妈送到这个牙科医院。儿子穿的满身的名牌，啊，抽的都是非常好的烟，然后呢，坐在边上。 妈妈呢，穿着一身，啊，非常简朴的衣服，啊。医生跟他说：“你这个牙要装套子，或者啊要做成烤瓷的，啊，要花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一副牙齿好的要多少钱？一副不好的假的烤瓷的，啊，那是多少钱？” 妈妈说：“我要最差的，这个便宜的。”所有的医生眼睛都看着这个儿子，儿子在边上抽着高级的雪茄，一句话都不讲。所有医生护士心里都在骂他：这么有钱的儿子，给妈妈装副好一点的牙齿都不舍得，真的没有出息了。妈妈抖抖嗦嗦的说。 我付钱，自己从口袋里啊掏出一个手绢包，然后慢慢的颤抖的手一层一层的把它解开，然后抽出了啊两三张啊这个一百块的，说要装自己的牙，因为好的牙要上千了，啊，然后接下来。 他的儿子一句话都不讲，坐在边上，像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一样。然后抽自己的烟。每一个医生、护士都在骂他，心中想：这种不孝之子，这么有钱了，给妈妈配副牙齿他都不愿意。然后钱付完了，啊，儿子陪着妈妈出门上他的大奔驰。 把妈妈扶上车之后，儿子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忘了拿一样东西了。”一走进去，儿子冲着医生和护士讲：“我知道你们都在骂我，你们以为我很不孝顺。我的妈妈的脾气就是节约一辈子，我要随顺我妈妈。医生，你把最好的牙齿给她装上，多少钱我来付。” 不要让我妈妈知道。说完，扔下一笔钱，他妈妈开车就走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人要对别人好，不是表面的，要用心，心才能感动别人。说的话要用心，做的事情要用心，你这个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。 所以修心修心就是修我们这颗本性，修心修心就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心，所以能够理解别人的心，你才会拥有自己真正的佛性。好，接下来跟大家啊讲个故事，啊，在阿盘提国。 啊，宣化后的加瞻言，就是传布君命，教化百姓，叫宣化。啊，宣化后，在回到舍卫国，他听到佛陀说法的路上，见到一位夫人手持的一个水瓶，啊，装水的瓶子，坐在河边大声的嚎哭。这位尊者啊，加瞻言尊者啊，一见。 不觉得，啊，心里油然升起怜悯心。他怕这个老夫人因什么失意的事情想不开，而投水自杀，因此他马上就上前问道：“夫人，什么事情使你这么伤心，要在这里嚎哭？”“啊？不要你管，我告诉你有什么用？”嗯、呃，夫人哭的声音更大了。 夫人，告诉我，我是佛陀的弟子，我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苦难的问题。你是没有办法的。你看看这个世界上这么不公平，贫富如此的悬殊。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，我一生都受着苦难。我给贫穷的苦难折磨的已经不想活了。女人说后。 像要往水中跳的样子，家旃言，尊者赶紧上前一把拉住他，非常慈悲和同情地开导他说：“呃、哦，夫人，请您不要伤心。世间上的穷人很多，不是你一个人呐、啊。同时，穷人并不一定是苦或是不幸、啊。” 富人并不一定就拥有快乐。你看看那些拥有奴婢和田宅的那些富人们，他们天天仍然为贪欲嗔恚的烦恼而受苦啊。为人只要平安的生活就好，贫穷值得我们这么去悲伤吗？这个女人。 不耐烦的挣扎的说道呵呵：“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，你能看得开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做不到啊！你要知道，我是这里最大富豪的奴隶，我穷年累月的做着奴役，衣食不周，没有自由，而且我那黑心的主人，千贪暴虐。” 没有丝毫的慈悲心，我们做事稍有差池，他不是打就是骂，叫我们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想到这些痛苦，都是由于我的贫穷所致，怎么不叫人为贫穷悲伤啊？啊，夫人，既然如此，请你不要悲伤。 我告诉你一个解脱贫穷和发财的方法，好吗？呃、嗯，是什么方法呀？这个老妇人把眼泪擦了一下，望着加瞻言说：“加瞻言说，哦，这个方法很简单。你既然为贫穷而受苦，那你可以把贫穷卖给别人的呀。”啊！ 呃，贫穷可以卖给别人，你不要这么乱说了。如果贫穷可以卖给别人，那世间上就没有穷人了。又有什么人肯买贫穷呢？啊，卖给我，我肯买。贾瞻言回答：“呃、啊，贫穷可以出卖，而且也有你来买。不过出卖的方法，那是怎么样的呢？” 呃，要布施啊，老人家，尊者开始道：你要知道，人生的贫富各有因缘。贫穷的人，所以贫穷是前生他没有布施和修复化、啊，富贵的人，所以富贵是前生他肯布施和修福啊。 因此，布施和修福是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呀。这个女人听后，智慧开朗，她想到了今天才明白致富之道，但她随后就苦着脸问道：“那尊者，你说的是不错，我确实明白了啊，这个要致富的方法。不过……” 你看我极其贫困，我是一无所有的人，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水瓶，还是我那爱财如命的主人所有。你叫我怎么样来布施给你呀、啊？加旃言，尊者把自己的钵交给了女人，说道：“布施不一定要钱的，见到别人布施，自己欢喜也可以呀、啊。” 现在，你把这个钵盛水给我，作为你对我的布施吧。这时候，这位女人此刻真正明白布施的意义，当即依教奉行。后来，她以供水功德得生掏利天享乐。佛法不分贫富。 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布施和奉行的。布施不是富人才一定可以有的，因为佛教所说的布施，并不是指的你的钱财布施，你就是看见别人行施，尊重别人。 你心里不起嫉妒心，你心中对别人没有嗔恨，而生起欢喜心，这也叫布施啊。因为你的功德和布施人是相同的。这么简单的善事，为什么我们人不做？我们人的一生处在晋级之中。 我们的心如果不妄动，不动则不伤啊。我们一有妄念，我们的心就被自己所伤。如心动，则人妄动，伤其身，痛其骨。没有一件事情受伤会不伤害到你的心的。所以体会世间的诸般痛。 学会默默地用佛法去关心、关怀、祝福别人，那就是一种无形的布施啊！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讲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啊，再见，谢谢大家。